大家好，今日是3月8号星期二，咁所以呢我哋亦都有一个嘅係提醒大家唔好俾骗徒呃嘅係片头，大家希望再留意一下啦。今日嘅一众板块呢都係以绿色即是下跌为主，只得天然及石油气同埋电信服务呢係未有升幅，咁所以呢今日嘅市底呢係应该係比较弱嘅，不过又唔好睇得佢哋会太弱，原因点解呢？有一个消息唔知係会有几大可能係会实现